好的，各位群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好像有半个多月没有和群友互动了，这个大家也知道，我母亲呢，在6天前去世，一直还在悲痛当中，情绪啊始终是没完全调整过来，估计还得一些时日慢慢调整。各位不要为我担心。我只想说的是，感谢各位群友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怀和厚爱。跟大家在一起互动啊，讲座的时间太少，有点对不起大家。前面有些闪失，有些错误，也请大家多多的原谅。再一次的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今天跟大家谈一谈毛泽东那首旷世绝唱《沁园春·雪》。这个呢，一直以来呢，都被好多爱好者吧，或者是专业人士归从备至的这么一首词。哎呀，有的时候网友们、诗友甚至诗仙们经常来跟我讨论讨论词，其实我也不大懂，就是从小吧也就喜欢这个东西，但是也不是很深入，所以你这个说对说错的各位担待和批评吧。今天呢，我就想借用这段时间呢，和大家呢剖析剖析毛词，看看他这首词到底是怎么个好法，还是怎么个不好法，和大家聊聊。从客观的角度说吧，毛泽东这个《沁园春·雪》这一句，自从他成名以后，一直呢就被推之为千古绝唱，特别的呢是在文革期间，他就达到了万口争传，著家风起。但其实只要我们稍稍的加以剖析，便不难发现这首词里边存在了太多的问题。本讲呢，我们就拟就毛泽东这首词浅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，为了避免呢笔者在理解上的各种差错，现讲的原词呢叨过一遍。原词呢大概是114个字，这是个双片，这个词的一些个技巧我就不谈了，可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明白，就读读这首词吧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，大河上下，对视滔滔，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于天公试比高，须晴日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，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，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，唐宗宋祖稍逊风骚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只是弯弓射大雕，据王仪属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咱们一句一句的剖析。咱们先来看看这个首句，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一般来讲，在诗词当中啊，这个重文叠字不仅不是禁用，而且如果一旦运用得好，那字会是妙趣天成，但是你要是运用的不好，它也会当招就损害了诗词品质这么一种效果，立刻生成。因此历代的词家，除非是在词牌格式还有特殊的要求允许，一般呢都尽可能的避免在同一首词中出现重字或者叠字。那么如果非用不可的情况下呢，大都是小心翼翼谨慎从事，比如易安的那个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宣鼎的那个娇音半窗，藤阴半廊，回头敲问檀郎，是梦长情长等等，这些均可看成啊是诗词中藤文重文叠字妙用的光辉典范。初看似乎就是信手拈来，毫不费力，但事实上这都是些煞费苦心鼎力之作。后人呐，纵有千钧之力，你也很难搬动他一字。再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看一看毛词它到底是怎样一种情节。这个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千里之后紧跟万里，
从词的字面上看，似乎是拉大了视野的警句，但在词的意境上却使得其反。冰千里雪万里，但冰封你居雪飘之间，先入为主，自然是以千改万。在词意的层次上，不但没有给人一种扩大和递进的感觉，反而却是缩小了读者本来可以通过词句所能领悟的视句范围。这个词啊，它是一种语言和文字的高级运用。在开头呢，就在这个北国风光之后啊，这是千里如何，万里如何，口气呢随意，这个语义呢单薄，首句仅言冰雪而已，已用去十二字，是成非昔末且无昔，虽有千万之别，却自也二里之重。文胜于意，曲重用轻，此乃词家之大忌呀。望长城内外，文鱼茫茫，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在写长城内外的一切景物，都是被皑皑白雪覆盖，数十山岳，滔滔河水，成了茫茫一片。这样的景物描写，根本没有超出张大猷的天地一笼统的境界，还不如接下来的井上黑窟窿，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的意思来得多。一说到雪，就茫茫者天也，蒙蒙者地也。中学生作文笔法入诗入词，这是淡而无味啊。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一般而言，如果写山势的高猛，原野的广阔，江山相雄不相让，形胜争夸天下壮，那么才有呢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势。但毛词呢，在这里把巍峨的群山比作起舞的银蛇，把壮阔的原野比作驰骋的象背，以小喻大，大者变小，哪里还会再有一点比高的气势呢？银蛇细而长，象背也大不到哪儿去。正如言小溪涓涓而突撞起白浪滔天，惊涛立岸之事断无可能。因此以蛇象喻山原，以成比低之态，后其比高之句，顿时所本属后语，不达前言呢。须晴日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这个呢，意思就更明确了。等到亮瓦晴天，这个其他日穿上红袄，围起白绢，这说的是江山啊，就会呢，有如呢熟透的妓女一样，显得呢格外的充满着诱惑，甚至喷射着足以让人撩起性欲的妩媚和动人。这个妖娆和这个红虫素，就能让人联想起来去逛窑子。那么把一个好端端的江山名誉成是荡妇，这到底说是要爱江山还是要爱人女呢？妖娆是固定词组，后文还会提到，此语切忌浪用乱用的问题。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毛词的本意啊，他可能是这么美好的江山，不知要招惹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为了争夺他而抛头洒去，他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就是竞折腰的本意。但是折腰这个词语在我国历史的历代词文当中啊，都是卑躬屈膝之意。比如陶潜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李白那个安能吹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等等。读者呢可以看出，折腰呢没有掉脑袋的意思，而是低首下心之位。那么毛氏在这里头呢用折腰一词，显然呢是违反了词语的本意，
词语呢，它是社会约定俗成的，其含义呢具有不可逆的确定性，任何人的别出心裁都不会被公认和接受。赵高当年指鹿为马，毛氏在此是以腰带头。如果说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是文重义轻，是对词语的滥用，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则属于是对词语的误用。那么到这里头，明晃晃的他就是乱用了。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，唐宗宋祖稍逊风骚。众所周知，秦始皇呢是一位焚书坑儒的皇帝，他对文化本身呢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，毁了别人的书，甚至都可能毁了自己的书，文不可考，理所当然。至于汉武帝呢，应该说既是武帝，人家还是文皇。不信你看看秋风词，叨咕叨咕，说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落兮雁南归，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怀佳人兮不能忘，泛楼船兮寄分河，横中流兮溯阳波，箫鼓鸣兮发棹歌，为乐极兮哀情多，少壮几时兮耐老何。其文采如何，读者可以自评。唐太宗的诗文呢，保存下来的较多，主要收在《全唐诗》里面，其中也是不乏名篇，如《过旧宅》。此外呢，还有是《心随朗日高，至与秋霜节》，《疾风之劲草》等等，仍然是人们呢千古传咏的名句。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李世民的文章啊，那可以说他政论文章是鞭辟入里，入肉七分，议论精髓，丝毫不让唐宋大家。那么如果强说他们是稍逊风骚，那我觉得要看跟谁比，就跟李白杜甫这些专业大师们比起来，那他应该说是稍逊。但唐宗是文皇啊，居恨独杂陈，日理万机，如果他要像李杜那样整日醉心诗酒，恐怕也就不存在历史上什么贞观之治了吧。宋太祖也有诗文，未离海底千山鹤，才到天中万国明，出自白描手法，语意平实，气势磅礴。因本讲啊，这个时间所限，篇幅所限，没法一一展开。但是呢，在文采和风骚方面呢，这里似乎有必要提一下的，倒是这位蔑视秦皇汉武、粪土宋祖唐宗的毛氏本人呐、啊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只是弯弓射大雕。到了成吉思汗这里，他这个是有点是五十步笑百步，耻笑对方的文盲无知了。只懂得刀工，不知道帝王兴衰历史，不看通鉴，不会玩人，没有这个手狠心黑厚颜无耻这一套，所以他这根本就不是个政治家。毛泽东是不承认他们，毛泽东是不承认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，你更不会这玩什么这个花拳绣腿啊，吟风弄月，甚至到这个妓院摇子馆里头抄凑几首歪诗，因此呢，为毛所鄙视。据王矣属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这无疑呢是等于向世人献稿。若论风流淫欲，习属历代帝王，他又怎么能和我老毛相提并论呢？他也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咱们总括说一下吧。是毛泽东的诗词啊，目前呢已经发现总共有六七十首。也有说是有六十七首啊，我也不知道这具体多少首。凭学而论的其佼佼者呢，包括呢早年写的那两首《五谷》和后来那个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，余家傲第一次反围剿，以及贺新郎读史，经得起推敲的当在七八首之间，绝不超过十首。
但是近年来呢，有不少学者考证说这都是枪手所为，还不是他个人做的。因为他发表的诗呢，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诗，不是他当时是临机而创、口占而出。不像汪精卫，他到刑场要砍头了，咔咔就来几首，就是千古绝唱，他就没那两下了。这是显而易见。诗词固然平平，文章也没什么可道。政治白话四卷也好啊，五卷也罢，都跟文不怎么搭盖。自成必要的时候，人可写得出一首一篇像样的古文。但除了早年那篇那予以恍惚的体育之研究以外，直到他死后的今天，我还真就没看到一篇像样的古文。这样呢，我觉得对于生长在那个年代啊，自幼就读五经四书，受过正规的中国古典人文教育，并且自认为是文采斑斓、指东骂西，特别是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人来讲，真就是说不过去。总之呢，我觉得呢，他的诗也好，文也好，读不出什么寒章柳句、欧骨素风。所以呢，不是想诟病他，就是这个人呐，太狂妄，太不拿文化人当回事儿。其实呢，他也是个半文盲出身，但是比今天这个习近平强。因为习近平呢，到了十几岁就上山下乡了，根本就没接受过高等教育。老毛呢，至少呢，虽然中专没毕业就因强奸学妹给开除了，但是他毕竟在中专混过，湖南医师那出来就是老师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他还多少有那么一点，沾染了那么一点文采粉气吧。总之呢，这个沁园春呢，我个人的理解呢就评价到这儿。但是呢，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下，有没有对这首词有好评的人呢？还真有，我就捣鼓一首，捣鼓今天。这个作者叫啥名呢？可能也是个网名，但是这个网名我也忘了。但我认为这首诗写的还有点意思啊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太中规矩的，只不过是能读出点意思了。看了好几首都读不出来意思，我就没录。这首这么写的一首骑驴，说一阙雪词傲九州，万千骚客拜风流，柳翁拍案叫堂屋，郭氏引吭引蜀州，铜柏大江苏轼溃，琵琶残月齐清修，诗兴李杜谁堪比，羊齿毛公百尺楼。这首呢，说明他对毛泽东沁园春雪那还是比较仰视的，比较推崇的，比较崇拜的。过去网友啊，在这个 QQ 空间里有个网友，这名不老好听，叫三傻逼，我也给他翻译成三傻子吧，这个还好听一点，要不他脑口说不出来。他呢给毛泽东呢写了盖棺论定，写了一首骑驴，哎，我认为写的还不错。这网友给我发过去让我喝他一首，我也给喝了，这个也给大家读一读，因为正反两方面嘛。哎呀，要看这个次韵初和三傻，初和那肯定还得有二和三和，那现在我就不知道那两个和怎么和的了。这个的和诗呢，我就把它读一下了，说是资随暴力往称雄，玩弄集权诡计偷，乱世羊毛曾误我，滔天罪孽敢贪功，五星旗下恶表变，万岁给钱主义空，文革伤民没地业，三河残破东方红。这个今天呢，本来呢我想就和大家讲这么多，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呢是不是有点意犹未尽。如果有点意犹未尽，剩下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吧，剩下的时间呢，我还那么要是剩下一点时间呢，我还想讲一讲这个沁园春雪它为什么这么出名，它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想把这个和大家说一说，看看大家什么意思，给我个回复，我恭候着。但是非常不好意思是啥呢，恰好今天还感冒了，鼻子还不咋通气儿，说话还多少有点费劲，但是不耐大事，还是可以和大家再简单讲一讲。好吧，那既然大家
都在一块静等着呢，那我就再往前说的说的。说这个沁园春雪这个词啊，他啥时候写的他也不知道，甚至是不是毛泽东写的这个也不知道。但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是在双十谈判的双十纪要那个时候，毛泽东呢上重庆去谈判去，谈判呢他搞统战，他呢口号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敌人，这个敌人就是指着国民党，他要打内战。所以他这一统战呢，就先找的柳亚子、吴祖光这俩小子呢，都是这个新民报啊和这个中央时报的主编。这俩小子呢，他就把这首词就拿出来了，这俩小子就给他一顿忽悠，忽悠的挺肉麻。先呢是吴祖光在新民报的第二版，这叫西方夜谈，就把这个沁园春雪啊就给刊上了。刊上那时候他传抄的不太明白，或者说毛泽东这个词啊也是整来整去就改改，整来整去就改改，到今天一看呢，改的都面目全非了。哎，他原来这首词登到新民报上呢，就影印件咱也看了，和这个词呢差别还不小，错了好多字，这个就不说了，都是小节。就说呢，吴祖光有一段暗语。吴祖光是谁？大伙肯定也不陌生，就是辛凤霞她老公，这吴祖光，这也是个名人兼艺术家，这也是个大手大腕，小伙也漂亮，年轻时候也漂亮。他写的呢是啥呢？毛润之先生能诗词，鲜为人知，可有抄得起沁园春雪一词者呀？风调独绝，文情并茂，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。据毛氏自称，纯属游戏之作，书不足为青年法，游不足为外人道也。你看他就这么给忽悠，这一下整的国统区那边就渐渐的知道了有毛泽东这么一位，以前据说是没人知道他，没人屌他。那么到了柳亚子那儿啊，这小子他坐地他就是个毛粉，他跟毛泽东私交也好，他掌握的是中央时报，那更厉害。柳亚子这个人大伙就更不陌生，是南社的发起人之一，这是个大文豪，但他诗写的不咋地，学者一般诗写的都不咋地，他就属于那伙如同嚼蜡的诗，但是你能看懂，按照文去读吧，那没办法。他呢把毛泽东给忽悠的最彻底，这首词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个跋文写完了之后，毛泽东呢就扬名立万了。他当时是这么写的，他说毛泽东沁园春雪予推之为千古绝唱，虽东坡右安就成乎其后，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漫随，中共著死尽于刘伯，讳莫如深，盖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，虑在公节之资，实则小节出入，何伤日月之名？故在高嫂暇日，当于润之详论之，于润之豁达大度，绝不以此自谦，否则又何必显于他情同天道，不可得耳闻。安来但又不免自快以下之急语，与磁场跋扈，不自会其狂，既然较贫，仰视润之，总差一筹，殊自愧憾啊。受时即为运之会相，以致从其英雄之感，更爱此词，欲起之无路以去，与忍痛落之，并写贺作，竖起词坛，双臂于受时兄，岂容保之。1945年10月21日，亚子寄于渝州金南村渔庐。就这么一个拔，就把毛泽东就给拔起来了。这简单其说呢，毛泽东啊，在1946年以后啊，他就觉得呢，由于苏联的支持，国军呢就干不过他，他就招降纳叛，先搞统战，再搞些轰烈打进国民党内部，把国民党搅的是底儿朝天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研究这帮文化人，尤其是跟自己有点恩怨关系的这些人，这老柳这起码就是很多年前就在一起混了，所以呢就给柳亚子写了一封信，饱含深情的写了一封信，那意思就告诉柳亚子赶紧投诚，别在国民党那混了。这柳亚子呢也他妈没大看明白，光家就写了一首诗感谢成毛主席，这首诗就写出毛病来了。
这首诗这么写的，说是开天辟地君真见，说相一流我大难呐、啊。夺席谈经非五路，无车谈甲愿逢欢。头颅扫毁平生见，肝胆命忘一寸丹。安得南征持捷报，分湖遍济死灵坛。这首诗呢写的呢应该说不咋地。你要不解释解释吧还真不行。嗯，他有些个东西，这个学者写诗啊，他就总想把这些个典故堆砌到诗词当中。他不考虑你理不理解，他也不考虑对诗词的品质有没有什么损害。哎，他就是玩这个。所以呢就得解释。你看那唐诗那些个绝唱没有需要解释。说简单的概述一下吧。说是开天辟地啊，这就是忽悠老毛呢。溜须拍马嘛，马他呢说你是老大你是第一，历代这些帝王谁不如你，是君臣剑嘛，天行剑，君子思强不息，从这儿来。说相一流我大难，这是两个典故。什么叫说相一流呢？就是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和立场，他有节气，他不是一帮人，就这个意思。那怎么体现出来呢？就在这两个典故里体现出来。说相啊，是唐朝啊有一个人叫相思，他也是个诗人。嗯，他的诗呢也选进了《全唐诗》，但是三百首里头一般的选不着他，他不够格，他是二流三流的小诗人。说相是他老师杨德义，杨德义出来就夸夸他这学生，如何如何的好，如何如何的优秀。但是怎么个夸法呢？是夸他如何的懂事，如何的孝心，如何的孝顺，如何的听话，他夸这个。他不夸他诗词写的怎么好，文采如何的斑斓，那个他不夸。后来呢这个词儿呢就变成了给人说好话的专用名词了。这老先生来说相来了，这就是给人说好话。这说相就是这个意思。一流呢是另外一个典故。一流说三国时候啊，建安七子里边有个叫王粲的。说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乱世年代啊，这个文化人啊挺闹心。他不知道最后是谁能打胜了。其实他们也不是惜命，他们是珍惜他这个文学生命。他是想多创作一些个作品来名垂青史，他有这个概念。他也不能马上就完蛋了，那就不行了。对不对？他也什么也创造不了。所以呢他看口他也看不明白。他心里一看刘表不错，他就跑刘表那去。结果刘表呢还真就不行，景生父子皆屯犬，他们爷们都是他妈猪狗，根本就不堪一击。哎，老曹一奉辞伐罪，但刘琮就束手了，他们就完蛋了。他这一完蛋呢，这王粲呢显得就更加的悲哀，他就没办法，就得委身到曹操。曹操还真就爱才，曹操自己也是个文学家诗人，而且还是个大家。曹操是真心对他们好，但是他们呢这个潜意识当中认为曹操是国贼，他们呢要一以贯之的承认这个刘汉的天下，这个曹操他早晚得篡权，他们是这个概念，所以就不待见老曹，所以就觉得王粲呢挺憋屈。那么老柳此时给毛泽东用这两个呢什么意思？就是意思我呢不能轻易给谁说好话，那得值得一说的我才能给他说，我呢也不能轻易的就委身试试，不能说是你喊一嗓子我就去了，那我人格就没了。这个夺席谈经非五路，这又是典故加典故。要说这诗吧你都不愿意读，你都不愿意给他解释。夺席是啥意思呢？就这帮穷酸文人，这帮骚客没事呢整一桌男女的一大帮，就在这饮酒赋诗，谁最牛逼谁最后站住了，那就叫夺席了。他老大他第一，菊花会上夺魁首，我们海棠诗社杜迎新，这个在《红楼梦》里头经常看到。当然老柳呢经常得整整这个事儿，他得夺夺席啊，他夺席也好谈经也好，像咱们这个原来不叫非五路，说我不是因为我的目的不是鹿鼎。什么叫五路啊？就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嘛，就是打天下嘛，就是当皇上嘛，就这个意思。说我呢就是玩文化的，我就是搞学术的，我不是搞政治。无车谈甲燕逢轩，
当然这又是一个典故，你看他就是一个典故接着一个典故，你都整不完。这个我们小的时候，就是上初中的时候，学过一篇古文也挺经典，就叫冯轩刻孟尝君，也有就念成冯欢刻孟尝君，他那个字儿也挺难写，不管念啥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孟尝君呢是这个四君子里头的老大，他呢养了一帮食客，据说食客三千，当然也有一些食客是鸡鸣狗盗，这个也挺经典。咱今天说这个冯轩呢不是那伙的，冯轩呢提了个口宝剑就来了，就要这要那，孟尝君呢还真就对他不错，但他是啥也没干过。他有一年呢，某一地呢就是颗粒无收，租子催不上来了，账要不回来了，大伙都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冯轩就出来了，说毛遂自荐，说孟尝君，你看你对我不薄，好几年了，我也没给你干过啥，今儿我去吧，别人我看也都不行。就孟尝君一看正一筹莫展呢，这还有一个自告奋勇的，那你就去还能够呛去到那嘎达，这小子到那会儿咔咔就把那些个文书账里就把他拢吧拢吧，把这些个契约拿过来，说他咔咔咔一把火就给烧了。说孟尝君说了，你们以前欠那个就不要了，说知道你们现在过得也不好，现在我们过得也不行，也没拿出什么东西来慰劳你们，但是以前的旧账就不要了，就把那些契约烧吧烧吧敛吧敛吧回来了。大伙这三呼万岁，这家伙直磕头，回来这啥也没整回来。孟尝君就问他说：“这租催回来没催回来？说那账要回来要回来？说那东西在哪儿？说让我给你卖了。说卖的钱在哪儿？说我又买别的东西。说买啥了？就买这德来。记住这个德，以后有机会咱们单独讲讲这个德，德还是挺深刻。”孟尝君也一顿苦笑，说：“不的，你也要不回来。他颗粒无收，你要啥要？”就这么的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过去之后呢，孟尝君真就摊事儿，说这是财大压主了。这国王一看这个孟尝君呢，早晚就被这篡位，就把他给撤了，就把他给撵走了。这样呢，这个又是这个老冯呢，就把这个事儿一顿运作。最后他跑到这个收租这个地方，这块是老百姓，还真就把他藏起来了。还有这么个段子。后来他又成功的复位了。这里头呢就说啥呢，就说这个冯轩呢，这个不是一般的人，他为啥在这里头把这个小子又弄出来，就说明呢他就是冯轩那伙的，我必要的时候那我能干大事，这不就这个意思吗？说头颅扫毁平生见，肝胆凝望一寸胆。你看我这从小咱们这么一嘴出来搞个革命，不都投靠苏联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不都得玩革命搞杀人这一套吗？所以这头颅早毁了，我也没追求过富贵，这你也知道。肝胆凝望一寸胆，这话里就咬人，什么意思？说你看我多讲究，我多够流氓。操，当初你他妈的跑到那个重庆的跟人谈判去，那戴笠等一帮杀手就要干死你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谁认识你？你啥不是？那不是我在那个报纸上把你一顿忽悠，大伙才知道你。那你看这事儿我做的多讲究，就是管老毛要人情。安得南征持节报，分湖遍地司令坛。他这里头啊，这个典故就是他妈用不完。所以这一句还得一解释，还得跟着解释。有时候还不一定还行，解释错了，这解释错了没办法，水平就这样。哎呀，什么时候啊，你南征的大军像林彪这个四野的这些个联合国的军队过来了，把我的家乡也给解放了，那么呢，我呢也不能跟你去了。我就直接呢，整一把手杆，我到紫陵滩那钓鱼去。这紫陵呢又是一个典故。这东汉刘秀啊，有个同学叫庄光，后来他妈的他爹死了，他妈嫁给老衙呢，他又叫杨光，这个叫杨光严紫陵，字紫陵。这小子呢，怎么个出名法呢？见着皇上不磕头不说，整了臭脚丫子还往出拿，还得上床上。皇上的床上龙床共枕，还整这个事，完还不当官，还得回去，这是这么一号人。这老刘又整出这个事儿来呢，其实是句句呢，这里边呢都有意思，都有咬老毛一口的意思。老毛看到他这首改世成毛主席，就非常的生气，当招就给他写了一首回诗。这首回诗也挺经典，哎，叨咕叨咕。老毛那首诗呢叫骑驴贺刘亚子先生，就好像老毛要是不写这个骑驴啊，
我们就能把它读成五绝似的。他害怕我们不懂，我就写个七律，啊，写就写了吧。他是这么写的，他说是饮茶月海，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。31年还故国，落花时节度华章。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莫道昆湖池水浅，关于胜过赴春江。这首呢，他这个毛泽东他不是个学者，他呢就没什么典故了，就直接探讨感情。饮茶月海，月海就是广州。说你看当年咱俩在广州喝茶的事我没忘，我到现在我也没忘，交情吗？所居渔舟，什么叫所居啊？我记得讲日俄战争的时候，我不给讲过剑湖女侠秋瑾写过的那首诗吗？日人所居，广海周州，日人所居便见日俄战争地图吗？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啊？拼将10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啊，应该是有印象。这所居啊，就是穷酸客套这帮文人，你让人写一首诗，这就叫所居。所就是要的意思，要句其实就是要诗，它不是要句，必须得全诗都给，这才叫所居。所居渔舟夜正黄呢，就是当年呢、我去参加双十协定那个重庆谈判的时候，你管我要诗，我就给你一首沁园春雪吗？那不正是一个秋天吗？我还记得，你看咱俩交情我没忘吗？老毛是一开始探讨交情。31年还故国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1918年的时候，咱们那个闹革命，那是脑瓜别的谣言了。我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，我到北大他们图书馆混去，大伙都不待见我。44年甚至因为一本书我没给他找着，一个嘴巴把我耳朵没干聋了，他就合计这个，就探讨这个。这31年啊，历经了艰辛苦难，我终于回了还故国嘛，回到我原来这个祖国这块了，是不是？落花时节度华章，你看又是一个秋天，那你看我就看着你刘老这边打坐了，这是探讨感情，忽悠他，把他稳定情绪了，然后话锋一转，老毛就玩手段了，说啥呢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，说你别老跟我发牢骚。你要是像他们是咱俩又没啥交情，你就这么跟我发牢骚，那我一刀把你肠子干什么？就这个意思。风物长宜放眼量，你看你怎么能那么拿我比那些历代帝王呢？你不说我开天辟地比他们都牛逼吗？那怎么还是这个思维呢？这思路就不对了。批评他说莫道昆湖池水浅，这时候玩点真格去了。昆湖就是昆明湖，昆明湖在哪儿？在颐和园。关于胜过富春江，你什么紫菱潭已经是最美丽那一段，富春江也不行，你还是来吧，我把颐和园给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回老柳动心了，马上写了一首贺诗整回来了。这首诗把老柳整的就不咋地。这首诗由于时间关系，我看现在是正好一个小时。哎呀，这首诗呢是这么写的，说是苍烟五拜心肝炽，仰视君清风酒黄啊。陈亮陆游饶感慨，杜陵李白赋篇章。离骚妻子幽兰苑，风度圆融海水凉。堂前名媛常属我，躬耕原步恋吴江啊。就看最后这一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是倘若你要是真的把颐和园也给我了，那我还钓啥鱼？我就上颐和园去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原来那些装绅士的、讲台风的，这个都没了，就这两句话就把他自己的人格就给卖了。记住点，堂前名媛常属我，是躬耕原步恋吴江啊，这是刘亚子就这么写的。但是从他这个韵脚上看呢、黄啊、张啊、梁啊、江啊，这都是老毛给他写那首诗啊的原韵，所以这个呢就叫贺诗。好了。